指了一只古巴龙，你就说美不美？我也是第一次吃啊，看一下肥不肥。哇，哇肉，哇！我是真肥，怎么一掰给它掰折了呢？这个是虾线啊，把它滴了出去啊。哇，这个大肉。把门牙差点干掉了，真的捡着宝了啊！太肥了啊！我给你们看一下它，哇，这个大肉，哇，太完美了，哇，正面朝你们。